啾啾你哦，谢谢丁芒啾啾你哦，午安，下午好。谢谢啾你，谢谢燕燕的告白气球，看起来醒很久了，没有哎，三点才醒。谢谢千纸鹤，谢谢 Hello， 谢谢十一的天使熊抱，他的名字在这里是正常的。昨天有洗热水吗？有啊，最近很凉，我把冬天的睡衣都拿去洗，赶快拿去洗，把冬天的衣服拿出来，然后拿去洗。谢谢花生的告白气球，三点又是个开心睡玩玩的。我昨天六点才睡，早上。谢阿德的啾啾你哦，你冬天的衣服要穿都不会洗，什么意思？玩希望玩到六点，没有玩到十二点，然后已经玩了四五个小时，十二点。下午好，又天亮，洗完会不会就又变暖？不知道哎。嗨，那天天刚亮，对啊，那个是对 Switch 的西瓜，最近很多人在玩，对啊，就是因为一直看到大家在玩，所以就很想玩，然后就，我为了拿到西瓜我玩很久，洗好放在那边大半年才穿，可是因为我是收在床底下，所以就是会有一个味道在那个床底下，这样子会有个味道，所以不喜欢那个味道，就只好再洗一次。它是 Switch， 哎，它是 Switch 的游戏，就是会有一个那个木怎么说呢？因为床是木。有个木头的味道，午安，嗨嗨，午安午安，还没有吃东西，中午好哟，中午好哟，谢谢贺继宇的向日葵花海，西瓜游戏不是有很多种。应该有很多类似的吧，只是那个西瓜最近很红诶。檀木，不喜欢檀木，还没有吃东西。中午好哟，嗨嗨。出了很多奇怪的版本，对，但是。大家不是都目标，比如说两颗西瓜，或是什么几多少分这样。我的话就是有一颗西瓜，我就很满意的。2900是我的极限，没办法到3000。晚上好，做成明星的，谁要当最大颗？谁要当最大颗？其他版本有些玩出来根本不是西瓜，什么意思？你说它的西瓜是其他东西？
我最近就看了很多西瓜的游戏，我真的玩了很久。谢谢您，谢谢大家的红玫瑰。西瓜好了就好，根本不是水果。发现会一直玩下去，我收到我的信用卡账单，突然。叫得出来，没有问题，500块，500块，这个真的很吵，真的很吵。我发现，就是送礼物的时候，我讲话大家完全听不到，所以我刚选择闭嘴。谢谢吉米粥的梦幻烟火，500块是啥？记得对，500块是什么啊？我不知道哎，我刷了什么？谢谢杨洋带你去流浪。我刚刚说什么？我刚刚没有说话，因为上次的时候，我发现我讲话完全没有人听得到。刚刚那个城堡就有500，什么500？啊，就有500块了吗？499哎，听起来是什么？就是一次。啊，我用什么会用这个刷卡？不知道。怎么叫啊？现场叫，等我。因为讲话听不到。悠悠卡自动储值不是哎、欸，我的悠悠卡都是用现金。现金出，在哪里？账号这个，加值浪花，我没有加值浪花。既然有人会缴了，不用499，我还是可以自己缴。有吗？好了，明天像就是妈妈倒刷，499很像游戏氪金，没有，我没有氪金，我如果有氪金的话，我会记得499，而且还是用这张卡，因为我基本上刷卡的话没有意外，应该都是用另外一张。还是吃饭的时候，好像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干嘛，然后他说刷这个卡有优惠什么的，我就用那张卡刷。刷实体，对，羡慕有两张卡，你们没有吗？没有明细吗？我都没有看明细。499感觉就是单笔，吃到饱这种感觉会有499，好像是买东西的时候，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好像是去那个药妆店的时候，有药妆店的时候，没有付费。对，你最近才办了第二张信用卡。我也有两张，我现在有两张。去 APP 看刷卡明细，但我没有办他的 APP， 因为很麻烦。因为很麻烦，已经需要用到两张了。嗯，不知道哎、欸，因为
因为那时候说什么去日本的话用那张卡很好，所以我就办了一张在去日本的前5天吧。然后还好他有在我去日本的前一天送到，嗯，最极限的那种，我在半夜3、4点的时候，凌晨3、4点的时候办的信用卡，线上办。对，我办了 JCB， 因为在日本刷，因为我现在有 Visa 卡，但是在日本大家都说很多东西用 JCB 比较方便，所以我就办了一张。嗯，处理很快，超快的。我有身份证明，好像有哎，我忘记去哪里找。就是因为我妈会有一个资料夹，那个相簿，然后她就会有，比如说保险，帮我保了什么保险的那个纸，跟那种比如说户口名簿啊之类的，或是缴税的那些什么东西，它就会放在里面，所以我就从里面下载税籍证。JCB 可以去机场贵宾室休息，我没有用过那个，不知道。对，然后有什么银行的存折的本子什么，它会放在资料夹。嗯，那个只是茶水间，但是没有去过啊，没有经过那种东西过。然后反正就是办了一张 JCB， 然后我去日本的时候就是都刷那个卡，那个什么西瓜卡也是用JCB。然后反正在台湾刷的话就是用那个叫 Visa Line Pay。 日本可以用，不过里面也只有汽水跟番茄汁，为啥要放为什么是番茄汁？有很多人喜欢番茄汁吗？没时间去休息。对啊，大家都是叽哩叽哩妈的，我的话是，但是我妈都很快。最近在朋友的强迫下才开通 Line Pay 转账， Line Pay 真的蛮方便的。我发现我们现在成员之间都用 Line Pay， 因为有时候大家都会说用银行转账，然后就说，可是我没有那个银行的 APP， 所以Line Pay 最方便，很快。有好友就可以转，也不用打账号，就是打账号这件事情很麻烦。送的点数还可以买贴纸，真的那个点数已经多到，也没有多到，就是很容易就会超过50点，但是超过50点就会想要买贴图，但是这个贴图有点多。常常聊天会聊一聊，因为为了找贴图，所以回很慢的。外币可以领现金出来吗？好像不行吗？不知道。常用的不是可以直接在常用那里找？用电子都不知道花多少钱，真的真的，我发现每次用 Line Pay 我就会不知道我这个月花多少钱，因为我只要每个月可能就领个3000出来，然后那个3000可能不会花很快，但是就是除 Line Pay 的话就除1000块，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花多少钱，看到这样的案件夸张了。有，我有用那个 Line Points 去换那个东西。我后来发现了，它可以直接扣底，折现，就是一点就当1块折这样。
但有时候他不是有那个礼物吗？就说，比如说你花199，然后换这个 set 这样子。但我发现好像没有很划，就是有时候不是想吃的，就反而直接去那个店面，然后点一点，然后直接扫，直接扣，好像比较划算。好像不需要买他的那个什么券。嗯，你也是喜欢用现金。刷卡都会忘记，没有拿着钱花，真的很容易忘记花去哪。但还好，我也不太用信用卡，我就只有用 Line Pay 这样子，跟现金。就比如说跟成员一起吃饭的时候，看谁可能谁刷卡之类的，就给他 Line Pay 之类的，就还是不会用到现金。你拿着钱也不知道花去哪，然后就越来越少。他零钱真的很麻烦，我的零钱都会拿去储悠悠卡，就是储悠悠卡的时候都先看有没有零钱，有零钱我就全部投进去，然后投完就算了，这样看有多少零钱就储多少。那 taxi 绑信用卡付费，就是计程车也是一个很。怎么说？就是会，因为是信用卡直接扣，所以我就不知道花多少钱，不知道坐了几趟。现在还有人投币？不能投币吗？可以吧？早安，直接下车就好。故障不给投，我很少遇到，我都是可以投币啊。去操场，我都在捷运站住。每次上线20，真的哦，还有算20个。我以为就是想投多少都可以，好像没什么人会投币，真的假的？我的信用卡没有悠游卡功能吗？好像没有哎，因为我的，信用卡我不知道。但我都用悠游卡，因为感觉很可怕，用信用卡刷悠游卡，感觉会弄丢。用信用卡刷感觉会弄丢，所以我就用悠游卡，而且悠游卡里面不会超过200块。他一次都加值500。有那么容易弄丢吗？是没有那么容易弄丢了，但是就是怕嘛，以防万一啊。因为我的话就是卡就是放在公司卡的一个卡套里面，然后就是两张卡，悠游卡跟公司卡，然后就这两张在换。所以这个本身就是放在额外的地方，它不会放在钱包，它就都要么就放在我的口袋，要么就是放在哪里的。嗯。我的信用卡没有跟悠游卡放在一起，没有，我的信用卡就是放在钱包里面。嗯，这一次就完蛋了。对，钱包，公司卡不会不见，悠游卡吗？不会，这两个东西不太会不见，但是要不见的话，就是两个一起不见，因为它就是放在一起。嗯，悠游卡不放钱包，悠游卡不会放钱包啊，因为要刷卡的时候要再从钱包里面拿出来，不觉得很麻烦吗？我的悠游卡都是就是额外放，手机不能绑悠游卡吗？不行吧？手机可以绑吗？不是说台湾不能直接这样刷吗？我只知道我去日本的时候有成功那个西瓜卡，这样直接逼的话，它就会。在台湾没有试过，你都拿着钱包一起刷，这样不会，你钱包不会很厚吗？就是卡住那个皮，悠游卡常用不是会脱模？真的假的？会脱模吗？悠游付，
台湾都是把卡放到手机壳，对对对，但是很多那种手机壳很厚就刷不到，你要一直这样在那边逼很久，很尴尬，就是还是拿出来逼比较好。那膜会一直翘起来。台北捷运感应太慢，钱包里没有钱。没关系，我的钱包也很薄。台湾不行，里面都放发票。信用卡用久了，表面塑胶会掉。信用卡，那我还没有用很久。但卡有钱。但是会长口袋很深，会长口袋很深，找不到那个断句，会长口袋很深。OK， 卡都会放在卡套，我也是放在卡套里，我的卡套。差不多找不到我的卡套，今天的午餐是油饭。穿拖鞋了 ？Yes， 因为没有穿袜子的话就会很冷。我的地板，这是皮卡丘。我的名字怎么不见了？我的名字消失的一干二净，非常的干净。皮卡丘就是悠悠卡。怎么有那么白的卡？它本来就是白的，只是它本来有贴名字，那名字就不见了。纯白的，前面是这个，哎，为什么有这个高铁票？这是什么时候的高铁票？桃园到台北，这应该是那个去拍《异想天开》那一天做的。这是谁？这是 Lisa， 她那个在台湾那个 Zep 的那个什么转播场的入场特点吗？我就没上节目，就是那个、啊、最后一次那个跟李多慧一起的那一集，应该就是那一集，一直放在里面，没有发现的。哇，很多香菇，超爱油饭里面的香菇。那是精华，
是精华，我最爱干燥香菇，超爱香菇，所有不吃香菇的人真的完全可以丢给我。姜，我超爱香，超爱香菇，真的。干香菇，对，我超喜欢干香菇的，就是那种卤肉，不也是都放干的比较香吗？我以前我阿妈都会放，我都说请帮我多放一点，就跟那个肉粽一样，因为我阿妈以前会包，所以可以克制好，可能会有很多香菇。看到香菇跟鬼一样，我发现真的超少人喜欢吃香菇的。红喜锅没有很喜欢红喜，它会苦苦的，不喜欢。干的还是要泡发，对啊，但是干的通常比较香啊，跟那种新鲜的比起来，干的比较好吃。从今天开始，你超爱。就是那种香菇鸡汤，就是要用干燥的香菇去弄会比较好，好喝。我最喜欢鸡汤里面的那种皱皱的香菇。谢谢芝芝你哦，真的新满汤超超好吃，我都会把香菇留到最后再吃。舍不得吃，你都说可以给我很多香菇，我可以不用其他的。嗯，超爱。我是一个喜欢菇类的人，是不是不瞎鸡？真的。香菇鸡汤里面最好吃的东西是香菇。粽子里面的香菇也很香。但是通常去外面火锅店的香菇就都是新鲜的那个。所以要吃这种香菇还是很少。就是圆圆的那一种，一朵的那种黑色的。香菇，然后再来可能是接下来可能其他就都差不多这样。香菇是第一名，其他金针菇跟什么杏鲍菇什么应该就差不多。粽子香菇可以切丝吗？切丝是什么？我都可以啊，只要有放就好。只要里面有放就好。好像不是 Kinoko， 他们很多称号 Enoki 吗什么的。今天是油饭的样子，金针菇可能与香菇比较属于，但金针菇是讨厌香菇的人唯一可以吃的菇类，不是吗？啊，
西域太北。嗯。金针菇有味道吗？金针菇就是没有什么菇的味道啊。你比较讨厌金针菇。我对我来说金针菇还是有味道，就有一种菌的味道，有菌的味道。一半卡在牙缝，一半卡在喉咙，那是吃的问题吗？二刀饭放香菇有点强。肉燥饭的香菇都是碎碎的吧，不会给你整颗。难以克服的恐惧。但就是大家讨厌的东西本来就很难克服啊。应该说讨厌了一次就很难再真的喜欢这个东西，讨厌了一次就不会想尝试再回去，你知道吗？但有时候还是会有意外，就是我讨厌了，但是我后来就突然又可以吃，有时候也会有，说不定大家真的哪一天就突然可以吃了。例如什么青椒吧，我以前不喜欢吃青椒，但我现在蛮喜欢青椒。秋葵可能我以前也不吃吧，因为以前不太会看到秋葵，现在也是很爱秋葵。红椒可以啊，应该说不要单吃，不要生吃，基本上它有调理过就可以吃。我觉得青椒就是很适合拿去烤的青椒是最好吃，用炒的好像还是会有点青椒味很重的。用烤的就会比较刚刚好的青椒的臭味，跟那个烤肉。炸的我没有说的，喜欢香肉的我没有吃过什么青椒什么肉包肉。就是烤的椒青椒特别不知道比较好吃。青椒肉丝不是啊，日本不是都会有那种青椒把里面塞满那个绞肉，那个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还有什么大家喜欢什么蔬菜？我很喜欢高丽菜就不用说了，其实我喜欢的蔬菜蛮多的。高丽菜一定嘛，我真的很少听到有人不吃高丽菜。高丽菜、空心菜、水莲、大白菜。他们都吃讨厌秋葵跟常年菜，常年菜很好吃啊！常年菜到底哪里苦苦的？我没有办法理解，我没有办法理解常年菜苦苦的地方在哪里。真的假的？它苦苦的吗？常年菜苦苦的吗？
根部真的假的？我超爱常年菜的根部，就喜欢它下面那一块，我不喜欢叶子，我不喜欢它的叶子。苦瓜真的假的？我觉得我阿嬷煮的不会苦，我阿嬷煮的常年菜不会苦，不知道为什么，很油。很油很烂，就是已经炖了很久，炖到它已经一吃就会不见的那种菜。但是我妈煮的常年菜就是比较很绿，就是很绿，很漂亮的绿色，然后看起来很清淡，很健康，然后会脆脆，但是就有点差距，但是都还行。因为我妈煮的确实有比较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阿妈那个煮太久，所以那个苦味已经消失了，就跟苦瓜汤炖很久，到后面已经没有什么苦的那种感觉，很油。我阿嬷煮的，就是那个常年菜的那一碗、那一锅，很厉害，就是整锅就是很神奇，它看起来很像白菜卤，它已经把弄到很像白菜卤。看不出它是常年菜的那种。嗯，但是完全已经看不出它是什么东西，但是确实是常年菜，它真的很长，但是看不出，就是如果看到我妈煮的跟我阿妈煮的话。放在一起的话，我不会知道是同一个东西，所以我以前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吃啊，直到大家跟我讲说那是常年菜，然后说常年菜很苦的时候，我才很讶异说常年菜是苦的、哦。然后后来跟在我妈妈家过，就是吃年夜饭的时候，我才真的是说哦，我这是常年菜哦。那种，因为他说我阿嬷是真的弄得很油，就是他的菜已经是黄色的，你知道，黄绿色，已经煮很久的那种颜色。对，超绿的，超级，说不定阿嬷是不同菜系的做。应该就是他真的做了很久，所以你不会苦苦的。票选过年不吃年菜第一名，确实，因为年菜还会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鱼的话就没问题啊，鱼就是好吃啊。还有什么年菜会有什么？佛跳墙也可以吃。年菜很难有什么，没有什么难吃的印象，有吗？大家有想知道什么？其他都比常年菜好吃很多。啊，我是真的会夹常年菜来吃的人。佛跳墙很贵，发糕，发糕会放在桌上吃吗？汤锅，我也喜欢。汤蒿是这样的吗？会主动吃菜，没有，因为年菜就都是肉，然后就没什么菜，基本上。除非我跟我妈说我想吃炒青菜，她就会在那个年夜饭上面出现一道炒青菜那样子，不然的话真的是不会有菜。
奶酪长得不一样，但都好吃。都带，对啊，不然的话就是汤，但是汤，汤通常是什么汤？大家过年的汤通常是什么汤？我的印象就是萝卜汤，是吗？萝卜汤、常年菜的汤、常年菜的汤、鸡汤、鸡汤，好像没有哎，我家没有鸡汤的印象。萝卜丸子汤、烧酒鸡萝卜汤，都变佛跳墙。因为大家都吃佛跳墙，没什么汤可以喝吧？佛跳墙因为料真的太多了，没有什么汤可以喝。我妈好像都会拿那个什么，她说那个叫什么西卤肉。西卤肉实际上是佛跳墙吗？我每次都觉得那个是佛跳墙。他说没有，那是宜兰特有的什么西卤吧？我说那不就是佛跳墙？你怎么吃起来都是就是佛跳墙的感觉？不一样吧？就是里面有很多白菜，然后里面的馅就很像啊，里面的。内容物我觉得很像啊，白菜卤，白菜卤也很像。真的很像白菜卤啊。加了肉的白菜卤，真的就是加了肉，那什么，那上面那个是什么酥的白菜卤。我跟你讲，它真的是很像白菜卤，又很像佛跳墙的东西。嗯，但真的很好吃啊，我真的很喜欢，很好吃。因为那个白菜就是炖到很烂，然后甜甜，很烂很烂。9981种食材熬煮。现在没有那么廉价，蛋酥，蛋酥是什么？反正就是会有一些炸的东西混在里面的概念。嗯，我那个还是比较汤的，真的吗？很浊的味道，我觉得佛跳墙的唯一败笔就是它里面会放。芋头，然后它会变得沙沙的，它整碗汤会变得沙沙。我不会吃里面的芋头啊，我都会挑掉。通常那种时候都是我妈吃，我妈挑起来。接受变浊浊的汤，真的，芋头真的不行。再有苹果，吃佛跳墙里面最后都会剩芋头没吗？吃佛跳墙芋头不能剩到最后，芋头要先捞起来，因为它在里面这样捞一捞的过程，它就会一直散发出它的那个。它会弄掉，刚刚听声音以为很短。嗯，是脆的，我喜欢脆的苹果。嗯，今天的苹果很好吃。你很怕咬苹果的声音，我很爱。
忘记别人的芋头放进自己的锅子。我觉得现在就是 TP 是不是没有吃火锅会加芋头的人有吗？还是我去吃，我跟那群人去吃，都刚好是不吃芋头的人。不吃芋头的人真的很多，因为林依云也是不吃芋头啊，蔡雅人好像也没有吃吧，我忘记啊，我们去吃，基本上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芋头基本上好像会丢给刘晓庆吧。汤怎么会啊？换了。然后有一次好像跟阿潘去的时候，阿潘好像是会吃芋头的，因为他我发现他整碗里面好像都剩下淀粉类，地瓜啊什么芋头啊什么什么，全部那种很饱的东西都在他的那个盘子里面。可是南瓜我会吃欸，南瓜我会吃欸。但南瓜我都有看心情，我今天不想吃，我就是不想吃。主要奶奶不会啊，我会一直好奇他什么时候要开始分裂，在他分裂前把他捞起来。好像那个口感还好，南瓜烂掉汤比较好一点。什么意思？汤比较好一点。南瓜肉包掉在哪里？吃牛奶糕就不用找。真的吃牛奶糕，如果南瓜不见，就会变南瓜牛奶糖。丢番茄进去。这里一片不会烂，南瓜皮确实是不会吃。芋头真不行，芋头没有人用炸的吗？南瓜芋头牛奶听起来蛮好。我记得我以前喝过什么南瓜牛奶，好像是我妈生出来的东西还是什么，她叫我喝，还行，但是很饿，刚看到的时候觉得很饿。南瓜牛奶，这样还行。我妈很常会拿一些很可怕的东西来，就是100%胡萝卜汁自己打的那种，不喝不喝，死都不会喝，我死都不会喝。什么瓜喝可以牛奶？然后有一次我大姨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喝红萝卜汁？我就说红萝卜汁，然后他就这样说，哦，那个红萝卜汁是好喝的红萝卜汁，跟你妈打的那种不一样。我说哦好，那我喝看看。然后我喝了真的是就是很像波米果在汁那种，所以就说哦还行，这个可以喝。他还说你妈那个是真的太健康，太难喝，会吓到，因为它喝起来会有土的味道吧，感觉就是很难喝。
不是，因为怎么说，真的完全生的红萝卜汁一定很难喝吧。所以那种会卖的那种红萝卜汁一定是有处理过，好好处理过。果菜汁真的，我会喝果菜汁啊。芹菜汁，
们学校就是会有豆浆啊，我就是喝豆浆，不然就是喝牛奶之类的。难喝到宁愿选水的汤吧，难喝到宁愿选水的汤，没有哎、欸，免费的豆浆，超烫的那种，超烫的那种，用铁的那种不锈钢杯装的那种热的豆浆，真的是烫，很烫的那种。我的成长过程比较不同。我都是那个，因为有的同学不喝牛奶，所以我有时候会拿到两三罐。那时候不喝可以给我。有铁胃不行。很赞的牛奶好贵，对啊，以前的话就是。营养午餐，有时候可能是水果，有时候可能是什么，然后偶尔会出现牛奶这样，就是那种盒装的小小。牛奶多的都会被老师拿去喝超气，国中的时候也是，就是很多罐。然后装在一桶里面，然后就一人拿一个的，不喝的人就没有喝，剩下的就会去拿来喝，会去拿来喝，一人一个芭乐，就是水果也是这样，一人一颗啊。国中还有牛奶，对，国中还有牛奶，应该就是因为我比较偏乡，谢谢小林带你去流浪。那个比较多东西，学校水果结局大概是大概这样。通常会在学校吃。小时候喜欢包酒乳的味道，长大才发现味道跟心。确实，包酒乳是确实有一个神奇的味道。锅小也是，锅小也是那种什么包酒，谢谢冠伟的香槟。营养午餐，对，我从锅小，反正就从幼稚园到国中都是吃营养午餐，所以到高中的时候没有营养午餐，对我来说真的是很不方便的一件事情。我的都比你们好，是哦。大家是在哪里读？因为我都在宜兰念。高中就是我的前几个礼拜有去福利社买，然后后来就懒得去了。可能第一周是去福利社买，第二周就开始买教室外面的贩卖机的面包。然后从那之后就全部都是我妈可能会弄一盒很像那种健康水煮餐或是水果，就只吃那个。我想午餐吃到咖喱全班都会吃到吐味了，就真的吃到吐。牛奶真的很好，对啊，对我来说牛奶很常出现，在我国小国中的时候，贩卖机有啊，高中的贩卖机是那种 seven 的，那种面包，会给孩子吃水果餐，没有，因为我说我不想要蒸便当。我不想要把便当拿去蒸，所以尽量给我那种不要放冷会很恶心的食物，这样，所以才会变成水煮餐。
没什么味道，是没有什么味道，但是还是有味道。就是南瓜，南瓜是南瓜的味道，然后什么花椰菜之类的，就是那整个里面就是一些蔬菜，玉米笋之类的。不用蒸，对啊，因为蒸的话还要拿提前拿去放，然后要再去取回来。对，食物的原味，它后面有点吃腻的时候，我就说水果就好，就会变成我午餐就只吃水果。加很多盐，好像没有欸，没有什么加很多盐的印象。应该说就是有的蔬菜就是会比较有味道，比如说南瓜、地瓜这种会甜甜的，我就会分着吃啊，吃一口没味道的，然后再配一下有味道的这样。少油高钠很怕牺牲。很多人爱管，老师不会坐在班上看你们吃什么。毕竟有的人都是一直在吃泡面，每天都在吃泡面。太不会出水吗？基本上不太，因为说我妈会想办法，想办法不要放那种会出水的东西。跳过午餐有可能，因为后半段就真的是很累，我午休基本上没有时间吃饭，我只是去补考跟请假，然后跟离开学校，所以基本上也没有每天都在学校吃。吃泡面有其他选项下的话，有啦，高中有福利社啊，有就是卖便当啊、面包什么、饮料什么，就都有卖啊。因为不喜欢去人挤人，所以都没有去福利社，而且福利社还要储值，我就觉得很烦。不能复评。泡面可以泡泡面，可以啊，可以泡泡面。就连福利社好像会买了，不是？出在什么里面？学生证里面。学生证。中午就不太会卖正餐，有营养午餐就吃营养午餐不就好了？好先进啊！他就是厨子，然后那个到时候去福利社的时候买东西，就是直接逼那个扣款，这样直接扣款，又不用找零钱，这样是蛮方便。但是我不是很想要一次出了很多钱进去，然后没有花完。营养午餐要能吃，有些真的很难吃，是吗？贩卖机通常不会被买完，大家都很勤着去福利社买便当。
重复吃就不好吃。嗯，他真的很挑哎、欸。谢文森的冲浪失败。他喜欢吃新鲜热热的，那所以会去买。有的营养午餐难吃。福利社这种都是战场。对啊，福利社就是个战场。我都很害怕在就是人潮很多的时候去。有时候比如说体育课是第四节或是第三节结束的话，体育课如果提早结束，我们就会一群人走进去福利社晃一圈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因为还没下课，所以就先可以体验一下没有人的福利社。要提早一集，对，午休都去掉一半，所以大家都提早去买，而且有的人都会第三节下课去买，买完然后第四节上课的时候吃，很荒谬，这些人很荒谬，他们都第三节买，然后第四节通常要买国文课，要买英文课，然后就是上课的时候再吃便当。他们真的很厉害，为了吃便当不择手段。这种要打球，提早吃，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都干嘛，他们都会在上课的时候吃，做其他事情，确实打电动之类的，他们好像都在打电动。打球倒是好像很少、欸、很少人中午去打球。可能我们班的人中午不会去打球，班上都很香，真的就是会有臭，布满那个便当的味道。午餐直接睡到第一节课起来才吃午餐。重点是不能倒出，真的真的错过出狱时刻。中午打球的人几乎不是正常人，真的啊，要在正中午的时候打球也太热了吧，而且尤其是就很远啊，从三楼要跑到一楼。有发现吗？我的 reels， 这个 reels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看，他已经一万嘞，按赞有一万。没在怕他一直在缓慢的延伸增长。这些音乐最清明，为何我触及到演算法？我这应该算是第一次被演算法算到，其他就还好，其他就蛮正常，就是一直在一两万这样子，一万是真的差蛮多的，
谢谢综合喵喵的桃木剑。各位有差异吧？就是不知道哎、欸，通常就是先发了，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差在歌吗？可是这个歌也没有特别红啊，那个时候。但有时候他会自己帮我标那个歌上去，如果刚好有这首歌的时候，他会帮我标上去。不用懂，只要照做就会红，就是看运气，看运气，一个运气问题。难题怎么办？大家，我真的，我不想决定，我不想决定。剩底色吗？哼，骰子，设计五间出五间，太好看。图也有选择障碍，色盘请准备，线上法规，连图都好几版，没有图就是一版，颜色有分这样子，然后底也是颜色。有问成员意见吗？问了，但是大家的就是。因为我问的很多，白色，你先买一件当生日会周边。真的很难欸，真的很难。出多款，可是出多款也是，它就是分散去多款。这么想不到就黑后白，因为呢，我当然现在有70%决定的应该是白色，白色，另外那30%是觉得粉红色好像也可以，只是很麻烦这样子，很麻烦，怕跟我想象，怕实体做出来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所以当然白色是最好想象，因为白底加图案的话，我可以就是这样对到那个颜色，但是粉底我就不知道我的粉底的颜色到底是不是一样，然后那个图现在放在那个我
估算是这个粉红色的图上看起来是正常，但如果实际上衣服不是那个粉红色的时候，那个图就会长得不一样，就会觉得所以我就不知道。我画图的话，我就只能大致上的底色，但因为白色不会有落差吧，白色就是白色，所以白色的话我就可以知道这张图在配白色是好看的。但是粉红色的话，就怕那个衣服实际上可能偏橘红、偏紫粉的那个差距，那个图就会影响，我就会想。不差这一件白 T 了，对，真的实际上也没有到白 T， 因为图案不是说就是只有字这样一条黑黑的整件都是白 T， 就是还是有图案，所以实际上它不能算白 T 吧，就跟之前去年的圣诞 T 一样，它是蓝色的，但是它是整体白 T 这样子，但是它看起来是蓝色的，对吧？不是白体，它实质上不是白体，因为它有图案。洗脑自己，没有颜色的实体布料，有颜色的实体布料，应该说去要的话应该就有，感觉应该就是那个什么皮哈布的那种粉红色，要么就是 Sakura 的那个 T 恤的粉红色，那个应该就是最浅的粉红色 T 恤。应该吧，你们回去自己染成粉红色。哪一件自己染成粉色，那也是很厉害。自己把图案剪下来好不好？大家自己帮我把上面的图案剪下来，然后贴上去自己的那个 T 恤上。天不那种感觉，洗几次就变色，我不知道、欸、但是你不觉得有颜色的 T 恤洗起来就是没有烫很明显吗？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 Tita Tone 的那一件 T 恤就是很就是那个皱褶很明显，因为懒得烫，没有在穿。再转一个图案给你们就好。会让原图配色变成啊？不会啊，图就是图，但是图跟底还是会有要搭好的颜色，总不可能你图偏冷色调，结果你的底是偏暖色调的时候就会很奇怪。自己放上想要的颜色，自己做。可以烫吗？可以吧。不能烫会起色。会吗？不能烫吗？可是衣服皱皱的就会看起来很不整洁，所以我每次穿 T 恤我都很犹豫到要不要穿，因为真的很皱，然后又懒得烫。我觉得就是因为有颜色所以很麻烦，因为每个颜色就是都很麻烦，黑色跟白色设计起来这方面，因为我就觉得它应该要是这个底色，但是衣服的布料不一定是那个颜色。白色就白色了吗？
就是还在思考，图在思考，但可以剩白色的话，我决定底色的话，就图就会应该就会快一点，因为选项就会变少，选项就会变少。到白色，快不行，快不行，快不行，头很痛。我的相簿里面除了圣诞 T 没有其他东西。去年是黑，对啊，又回到了白色。究竟白色，究竟今年会不会有人捧场？其他还是看我，要拿圣诞题、春晚上图片都折在里面，找不到是哪件白 T。一年白一年黑，对啊。先穿给自己。立马穿。粉红色没忘，粉红色没忘，你再等多年一点，也许多年后我就会考虑这样子。多年后我如果有自己可以选择厂商的时候再来做。毕竟现在就是只有那几款。色号，跟奇宝的说法好像。毕竟现在就是衣服就只有那几个颜色，所以以后如果能自己选有什么颜色的时候，再换再试也不迟。明年又是你开始要换，可以建议吗？我今年就建议了，但今年没有换，所以再看看，未来再看看。要换长才有机会吗？因为我就觉得那个色号没有喜欢。谢谢花生的啾啾你哦。你看，就只有这些，这个就很粉，然后这个就是浅，应该就是浅最浅，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就是直接这样，就没什么好看的颜色啊，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我唯一能接受的大概就是这个，但是这样看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颜色？你看你们这样看看得出来是什么颜色？又怎么看得不准？我那时候，我今年的本来也是想要做不一样，比如说有点深蓝灰这样子，但实际上看到那个衣服的。
颜色出来的时候，我就是黑色好了的，黑色好了的。我那时候有问他说有没有其他的衣服的颜色，试了很多个，黑色好了。看到实体会死，就是因为最怕看到实体会死。就是在图案上面，我觉得这个背景的颜色很好看，但是实际上它放在衣服上的时候不是长那个样子，所以我就说这样的话黑色应该最好。因为我那时候就是直接把那个图印出来，然后用那个样衣，就是只有颜色的那个衣服这样，然后这样放在身上，然后把图案这样贴在身上。我会问姐姐说觉得呢，然后他们就说我觉得然后就说那换再换一个深蓝色的，他说好像有点显黑，好。黑色，黑色好像比较好，就变黑色，最后还是变黑色。实际上这个图这样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样整个色调是蛮好看的，但实际上穿上去的时候又觉得，很难看，很难看。粉红色不能这样试一试吗？也不是说不行，只是就是。想要早点决定。黑色单怎么那么不错？就确实，因为有时候就是很显黑，你知道吗？看起来不好。那时候也是打样，今年的也是打样，来的时候就发现图案很黑，然后就想说我的色彩是这么的就是不亮丽，很不光鲜亮丽，就是整个人很暗淡，然后就说那个粉红色跟那个蓝色还有那个黄色的地方可不可以再调一下的，就是整个暗了一截，可能是因为我画的时候我没有转成那个 CMYK， 就是直接用那个 RGB 上去，然后就是本来是亮的颜色，比如说你说本来这种黄色就会灰一截，变灰灰的这样子，然后整个就看起来那个颜色看起来很像中毒，你知道吗？就是很像中毒。色彩呈现什么？对啊，一开始只要用 CMYK 画，我知道，但我每次都忘记。RGB 转过去一定会GG，但是我用昨天用 PS， 我昨天用 Photoshop， 然后试图把我的那个档案直接转成 CMYK， 但是看起来是没有到，还是我没有确认成功，但是直接转了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色差，可能是因为我本来就用有点灰灰的颜色。转过去再调也可以，
在你动工之前提醒你，对，因为我去年也做了一样的事情，就画完然后弄完然后弄完然后印来然后说怎么这么黑啊，他就说啊因为没有调那个颜色，我就然后我今年也是不记得这件事。你开工又不会跟你们说，我有说啊，我今年记得好像是五月底的时候开始画，然后那个就放弃了，那个草稿就放弃了，画完就放弃了，也没有画完，就是画完草稿就放弃了。通常开工都是已经开始画，还是好像所以是还好。我记得 Dolphin 有丢一张放弃，今年的吗？还是明年的？今年的吗？原来是今年生日会完成就开始画明年，但就是真的是想画，有时候想画然后画不出来，应该在画的路上，但是也不一定那个画的路上会是定版的，像我九月的时候我画了一版，画完了。但我后来不喜欢，所以就是，所以那版现在是就是烂掉，先放着，先放着，那一版先烂掉。然后我在十月的时候又弄出了一个版，然后就觉得好像太怎么说，太看起来很随便，然后我就又烂掉了，这个版又被我淘汰了。所以我在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应该就是。要烂掉，就是画一画，然后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因为是十月底的时候才是现在这个版本，十月底画的应该是现在这个版本，那也没有过多久，还是九月，忘记了。每次都是砍掉，对，砍掉，然后直接重来，砍掉从零开始。但是我画的都是怎么找灵感啊？就是真的是看心情啊，就是这样。然后突然那个脑海就会浮现一个画面，脑海会浮现一个画面，然后叫做想要长这个样子这样，然后就赶快把平板打开，然后开始做这件事情这样。啊，画不画得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先画再说嘛。我先画完之后说我有这个想法这样。然后下次真的是准备好要开始的时候再来画这样子。然后要么就是我会去找一些范本范例来当那个参考这样。我的手机就会就是充满一些参考画。哪里找？就是比如说在推特啊，然后我可能看到别人画，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的上色很好看，我就会把他的配色就是存起来说啊可以这样配色，可以用这种画风，就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水彩风很看起来很好看，然后我就会存起来说啊可以考虑用水彩风，那可能看这种。又看了一个是那种比较精致一点的那种上色方法的时候，就也会存起来，但是办不办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就先存起来说哦有这种上色方法哦这样子，在我上色的时候可以告诉我要用哪一种，或是就是普通就直接一个颜色直接这样点上去，然后直接油漆桶直接倒满这样子，
或是建成，我就通常都是看看心情的。反正是先把线稿画好，画好之后颜色之后再来想，然后剩下的就是那个滤镜调一调，乱调，滤镜乱调，滤镜乱调时刻。可是存起来的时候，可能到时候都晚。不会啊，存起来就是我要画的时候，我会再去把它翻出来，就是去翻一下，说我到底存了什么东西。我就很常会去存这些什么照片，然后说希望到时候可以长这样。我都会去存那种，比如说周边图。去存周边图，然后让我有个印象，说我曾经有觉得这个还不错，曾经觉得这个还不错，先存起来，或是就是这种，这种配色，先存起来，这种。说啊，可以这样子配哦，这样子配哦，这样可以长这样子哦，这样。存会放多久？放到我画完，确定我不会再用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删掉。对，反正有就会用上。对，不然的话要找的时候我又找不到的时候，会真的很烦。可是我曾经看过一张图。找不到，我找不到。通常都是这样看，根本没删明年之前，也不是，也没有不可能。找不到明年要用的时候用。很久以前存的真的很难，真的很难找。很难，真的很难。它的设计跟概念可以延续。我可以给你们看我放弃的，画到一半，这种就是画到一半。哈哈哈哈，画到一半，22这样，这个应该是第一，这应该是第一版。第一版放弃，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很一半觉得说我应该是不想画这个了，所以我就放弃了。我记得我画完，然后就觉得好像，因为在画的途中，我就会希望它长什么样子。画的途中，我就会希望它完成的时候是长这样子，但是有时候那个完成品的。我脑海中想象的那个成品完成度有点太高，我觉得我办不到的时候，我就放弃了。我觉得我应该是办不到，这个应该是技术上办不到，所以放弃了的。发现做不到，就放弃。或是那种很多照片，我把想办法拼在一起，也放弃了。
等到时候出来再跟你们说。反正这个是今年，今年的真的有人在穿吗？今年的真的有人在穿。不少人会穿，笑亏，高远被外套挡住，别人看不到。不知道，我对去年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因为一直看到去年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大家好像都在穿去年。有啊，要讲的话，大家真的有穿今年的，只是就是一直有种一直在看去年的圣诞贴的感觉。常常看到你都在家里穿就是。白的比较明显，对，白的真的是比较明显。对，黑色的一旦暗了，就是这边遮到就看不到。黑色不好，真的是不好看到。可以穿去年的。去年的可爱，我也觉得去年的比较可爱。没关系，明年是白的，去年的比较五彩缤纷，因为图案也比较大吧，这样子。然后今年的是这样子，最近的。尽量都轮流穿，确保能被看到，确保能被看到，可以。今年会让人注意文字，文字是细节啊。我每次都很犹豫，到底要放什么文字进去。我之后都会看到明年的，希望大家明年会穿。但是明年的图，老实说，我觉得比较偏，比较偏难吗？比较偏难吗？因为我觉得去年的比较，老实说没有这么的显眼，是圣诞题这件事。然后今年的我也觉得他没有，老实说看出来没有很圣诞贴人，但是明年的看起来应该是蛮圣诞贴。不好的呢？不是，就是这一看就是粉丝的那种感觉。圣诞题，一看就是粉丝的圣诞题。对我来说，因为他就是大大的写了名字，那个类级就是很大一个在上面。但是今年的没有吧？今年的没有很大的类级，去年的没有。去年的是这样写的类级，但是今年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在这里有一个类级的，很大吗？要说的话，因为整体这样看过去的话，你会知道它是文字啊，所以你就是第一眼就会看到那个文字，一看就会知道说啊，这是偶像的圣诞 T 的那种圣诞 T， 对，偶像的圣诞 T。前年那种。前面那种，反正就是我的名字是看得出来我的名字的那种，因为像
去年那个蓝白的那一件，就是那个实际上那个泪奇看起来很不泪奇，因为这个泪奇被我弄得很破，那个字体我弄得很破，所以看起来基本上不仔细看的话不会知道那个上面写的是泪奇吧。前年，对啊，所以我说前年其实算可以低调穿的，没有到这么。虽然它实际上有图案跟角色的，破碎的累积，就会觉得不是个名字，那个那一串字，不会觉得它是名字，但今年。明年的就是名字的的感觉。真的第一次出圣诞，那一年的设计很像朝廷，很难超越了。我自己觉得我很难超越那一年的2022年。22，没有浮夸。你说今年没有浮夸吗？今年不浮夸，我觉得它实际，我不知道。就是很卡哇伊哦，卡哇伊。大家穿上去要卡哇伊哦，卡哇伊。不是你们的意思，谢谢花生，就是你哦，卡哇伊。因为图整体来说，我现在图在想要偏，因为偏少女一点，就是比较偏樱花粉这样。然后偏比较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话，就会偏比较红，比较酒红色，比较偏酒红色，但是也是有粉红色的，比较。沉稳一点，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卡在一个要选，比较少女粉还是要沉稳一点。你听到观点，但真的不红，它不是红色，它就是偏紫一点，当然是少女，可以这样放在。好吧，这样你们也看不太出来。然后这应该是另外一个，因为我现在就是这两个在选。你们看不出来吧？用直播想的话，我喜欢的颜色，对，我现在就是没有办法想。看得出来。第二个比较粉，对，第二个是比较粉，前面那个比较红的感觉，红一点。对，我现在就是这两个，应该是没有意外的话，这两个在现在了，因为我刚刚已经把粉红色去掉了嘛，所以就剩这两个。其他我老实说有其他版，但是放弃了，不想要。本来还有这种就是黄色，就图的基底是红色系，红粉色。好难看出黄色，然后就是整体的色调，因为背景的话，
浅粉就会整个图看起来比较亮这样子，黄色就是看起来会有撞色的感觉，对比色，然后比较酒红色的话就会整个看起来比较统一，看起来比较时尚这样子。三种风格啊，但黄色那个我没有在我的备案里面，那只是我曾经试过一次的版，试过一次这个版这样，研究很深，就是常年研究下来的，对，常年研究起来，真的，我每天头都很痛。我每天头都很痛，每天都这样，怎么办？到底要怎么办？该怎么办？好呢？究竟要怎么办呢？越来越冷了。头痛就去切一下西瓜。帮给胖子穿的设计件，不是都有二拆的吗？200，谢谢十一的香槟，去水，西瓜喝不出来干嘛？超头痛！我昨天已经从电视玩到回到小萤幕。然后再放回去电池，玩到快要疯掉。对，大家已经帮我找了一个结论，叫做白色的圣诞节，所以应该我相信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快可以了，我快可以了。讲什么？大家希望明年生日会是什么时候？大家有期望时间吗？我先来调查一下，我先来调查一下大家不希望在什么时候。我实质上知道大概是什么时候，但是我好奇有谁不能来，大家先说一下是什么时候不行。提早跟我们说时间就好。我要看大家会不会做啊？1月13有什么活动？1月13这个，1月都还没有预定，1月初很微，1月13、14就GG。为什么？我生日的时候你们在干嘛？1月都好，反正一定会去。2021在日本，2021在日本。2021，你要出国，只要提早说的，我们有什么时候再提早说？不要出，创期末，1月1可以，1314本部握手，114，1月6不要，投票还好。他没有去投票，听说是要投票，是不是？暂时没有事，时间都可以排除万难去，排除万难去。1月都好，看起来就1月1号最好。先不要搞哎，1月1号我应该也是说啊，先不要哎，先不要。因为要回得来吗？我知道时间吗？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确定了没。毕竟他有问我说想要什么时间，但我真的是分辨不出来。我分辨不出来，就他给我的那些时间哪个比较好。所以我现在先看看大家是什么。1月15到25有点危险，期末加币。1月15到25的期间很长。要飞回扑，2月1月1应该
该没有人想要帮忙办生日会。这已经不是说什么我可以的问题，是可能工作人员不想上班。不要又延到二月就好。嗯，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不会延到二月，应该吧？通常，但是我已经延了不知道几年。没时间的话，他们不想上也得上。二八二九应该最好，年假一般都是放假。不想撞水没抽，抽什么？演了两年，三月的啊，两月的，二月半的，三月半的。这个比较重要，你们许愿呢？是说是不是都办在，基本上生日会都办在礼拜六，基本上，但好像不撇除有时候会有例外吗？但通常都是礼拜六了，下半个月。几乎没有在生日当天办生日会开一次，帮你们争取一下两场。办两场是要干嘛？办两场是要干嘛？其他一起，但感觉难。一场演唱会，一场演优惠。很优惠，但是确实差不多该到了要思考这件事情。十一月也快了吧，因为毕竟现在都在卖十二月的生日会，十一月应该快了吧。是我要思考还是谁要思考？我差不多要思考。谢凡安生的告白气球，我一言堂。那个签名版要拍什么照片？要穿什么衣服？要布置什么样子？要先开始讨论。二三月都一个跟一月四期一起办才能接受。嗯，明天圣诞节要先到，应该是不会先到，圣诞节感觉不会赶上，是不是？也要有明信片祈祷，什么明信片？生日神鞋，但应该是不会月底吧？不会月底，十二月圣诞 T 甚至还没上架，应该是还。
还没有画好吧？还没有画好吧？比较在意明年有没有龙女升血，我也很在意，到底有没有升血真的。月圣诞 T 也还没拿到，就是有各种那个时间，可能是你推他没事。嗯，反正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想办法如期让他如期的进行。我相信我明天应该就会做出结论，希望吧，希望我明天就会做出决定。全部都往后延，就都拖到了，对啊。会不会无期？不愧是小吕。因为就是会有很多那个嘛，很多那个嘛因素，所以早点做早点可以调整。对，很多因素，对啊，很可怕，很可怕，又到了一个要可怕的月份。谢谢冠伟的香槟，很好，让我存个档案。不会用 PS， 很难用。怎么重新命名啊？怎么改名字？出去外面改。下载，是哪一个？91 ，OK， 91。然后这是什么？哎，这是什么？892023。523523523 523这是什么档 ？PNG 档，等一下，上传云端。谢谢桃木剑，我现在打开了我的 Google， 他刚刚。还在吸乳酪的画面，是要加。历史性的一刻，什么历史性的？
共用。嗨，以为我在存图案这种版吗？哦，算是。我先把图丢给姐，让姐确认一下。哦，不对 ，OK， 这样。嗯。应该又没变。键盘声听着真摇晕。他很喜欢我的键盘声。传上了一个那个，没有，我就是把两个图先传给他，说，他说先看一下，可不可以印得出来这样。没电的时候听，大概23，他还没有20，但是已经23。你还是觉得我在乱敲？你刚才觉得我在乱敲？我没有在乱敲。乱敲给你们看也是很有趣，乱敲我还真的不知道我要敲什么，怎么个乱敲法？什么都没有打，什么都没有打，什么字都没有打的。看得出来我乱敲跟有在打字吗？这真的是乱插，分不出来吧？分不出来吧？顿点有顿点，真的打频率不会那么快吗？不一定哦，有时候很顺的时候就可以打很快。有时候很顺的时候就可以打。跟基本盘一样快。是有刻意有顿点的乱敲吗？缺个 Enter 声音。可以调节奏，可以啊，可以客制化的键盘声。有在打字能算乱敲吗？不算，而且我的键盘会，但是心情很好，打字的时候心情很好，打字的时候心情很好。
点一下很累，可是我不会看着键盘啊，我不会看着键盘打，所以不会很累啊。所以，但是这里有个弓很那个，最喜欢炫的键盘。身为宅宅就是要有这种键盘。听自己的键盘声音心情好，听别人的就很讨厌。这种东西如果要睡觉的时候有人一直在弄键盘，会真的是很吵。RGB 色，对啊，它还可以变成彩色，但我有时候都会忘记要怎么调，我都会忘记就是怎么调整。花鼠没有很炫，花鼠没有任何，因为花鼠都要会发光，花鼠没有发光。花束没有发光，LED 太都不能关灯用电，为什么？我的主机会亮亮的，会亮亮，会没有那么亮，但是会亮亮。会亮的看起来都比较会亮。眼睛会瞎掉。对啊，我记得可以。我等下切一切，我又会忘记怎么切回去。算了，算了。品牌贴贴，请找我。会亮的应该可以调啊，它有这个。可以调颜色跟亮度，然后上面也是这边都可以调，可是太多模式了，我会忘记要怎么按回来。性价比神超懂跳，我超想要这一个的，这是我今年的生日礼物。默默送的是另外一个，因为他那个没有数字键，所以我一直没有拿出来用。我比较喜欢哪个光？我喜欢蓝色，我喜欢这个蓝色。有那种会降噪的，但没有很喜欢，所以我没有开。可以开，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开。按键比较缤纷，对，比较缤纷。这件很适合蛮强，超适合的。这键盘玩起游戏真的很吵，会吵死。没有数字键怎么进键盘的？对啊，他知道会撞吗？他知道啊。他说你有键盘吗？他还看了一下我的键盘，他说我的比较好这样。他说他的键盘，他送的比较好这样。他还先问了我的键盘是哪一个。轻走的那个有错，我的不是轻走，因为我也不喜欢轻走，轻走太轻了，按起来很不舒服。都买无背光，我以前家里是用全黑的，但因为我想要整个是白的，所以才买白色键盘。
天马不就是要唱？是啊。感觉不是机械键盘，是打起来比较有回馈感。我喜欢重一点，因为重一点的才有按到的感觉。先玩劲舞团会比较适合。手容易酸，还好没有很酸啊。玩糖豆会吵吗？会吧。在宜兰就用机械键盘，对，但是宜兰的电脑太烂，后来就舍弃它。现在有人用青轴就一定没弹，青轴是真的很吵。这个不是，我记得好像是茶轴。跳不过去会不知不觉加在哪里呢？不过我的茶桌为什么比较大声？可能是因为离那个平板比较近，所以大家觉得很大声。敲比较大。刚刚苹果很大声，什么苹果很大声？啊，你说我吃苹果很大声吗？要在苹果，插座很靠近也没这么大，它可能就是这个。还是因为大家手力比较小，大家打的力道比较小。这样有比较小力吗？也有可能是你们比较优雅，我打字都这样，很大力，那个力道，那个力道很大力，是这样子。用打的，大家都这么小力哦，他打字都这么温柔。打字绝对正，劲舞团一定有影响，有可能我的那个一定要按很大力才会准，这样才会准，才会打的字才会是准的，你知道吗？不然会按错。不太要把手指抬起来就不会敲敲敲。有这么累吗？他的手指头有这么累吗？这样子就没有锻炼那个手指。就是按下 Enter 那一下就要特别大力。锻炼这个，这样手
子会比较漂亮，手指头会比较细。空白是很重要。我以前都这样。很快，越快的时候手会越大力，然后玩到后面就手很酸这样子。玩到我每次进的时候玩到后面都这样。所以需要用力，然后就是，然后玩到后面就这样，好累。嗯，硬要玩。我之前冬天的时候是真的，冬天真的是用生命在玩劲腿。冬天的时候是在，就是。因为很冷，手很冷，然后就会很慢，然后就会没有感觉，然后就会很冷，然后就一直要这样子，这样子按，不然的话按不到。嗯，跟上场比赛一样，然后旁边放那个暖气，就放在这个暖气。好的。让它灵活一点，这样子，不然的话真的是这样。冬天不宜玩颈盘，冬天不宜比赛颈盘，错了吧？暖气认真的那种桌上型暖气，然后就放在手旁边。那有时候会很烫，就因为它是往直接吹，所以很烫。有时候会很烫，而且通常手很冷的时候，冷到没知觉的时候，烫不会马上发现，是通常都是很烫的时候才会发现。对，冬天的时候连滑手机都很难啊，好冷，手好冷的。我的指甲已经现在算短了，长的时候是真的没有很难打。我是算可以算 pro， 劲舞团 pro， 比赛比职业的，我没有到那么厉害，但是还行吧。就一个普通的玩游戏的人来说，我的劲舞团算还行，但没有到可以去比赛的程度。冬天就会想用语音来吵架，不用打字吵架。冬天适合玩什么游戏？冬天适合玩什么游戏？那个吧，解谜游戏。因为怎么说？因为劲舞团就是一个以前都是拿来交朋友的游戏，不是吗？但是因为没有在交朋友，所以我就是热衷于玩游戏这样。热衷于按上下左右，人家可能在聊天，人家可能按不到他是在聊天，我是热衷于要按掉，不要按到不能 miss， 热衷于第一名，我是没有要聊天，真的是 miss 掉我才会聊一下这样，热衷于要第一名。跟他讲，对，越玩越强，真的是越玩越强，是这样，而且是玩到后面是，我这样，然后就，就是边进行这两件事情，那、啊、你按完上下左右之后再去打字，打完字再继续按上下左右，然
然后再按下，就我以前真的很忙，然后他们就说怎么有办法一边打字一边聊，一边玩一边聊天，说还好吧，还好吧，可以啊，没有什么办不到。怎么可能？我以前就是都这样，我以前玩游戏都是这样，弄完之后打个字再继续。所以我才说打字可以那么快，就是因为玩游戏啊。那一定是有分身。速度就是这样子练起。看来我要念排名，他剩10%，6.5%。他的字都是很短很碎，不会，我会让他是完整的一句话。我会3333，然后改字，然后333，然后想办法让他的句子是正常。会选字吗？会选字，但有的看得懂的字我就不会选。不差太多的，比如说那种什么的神变成那种神，我就觉得帅。其他那种主要是那种很奇怪的，这个单字已经不是那个单字的时候，我就会选字。再跟再，再跟再不会，妈也是直接变成么这样子，么。最快，因为妈要一直换那个妈，妈妈的妈就会一直跑出来，所以就会打么，比较快。不，爸，尾字最后一个字会懒。今天的第10名是丁毛，谢谢丁毛。第9名是花生，谢谢花生。第8名是冠伟，谢谢冠伟。第7名是文森，谢谢文森。第6名是中和喵喵，谢谢中和喵喵。第5名是 Pet， 谢谢 Pet。 第4名是柯基鱼，谢谢柯基鱼。第3名是11，谢谢11。第2名是小林，谢谢小林。第1名是金宇洲，谢谢金宇洲，谢谢，辛苦啦啦啦啦啦。星期六见啦，还蛮贱，辛苦了辛苦了，拜拜，再见，拜拜。晚安，拜拜。